台湾人哪会太安呢？我对美国回来啦吼，我即摆嘛住美国，啊都无法度啊都拄着啊都接着即摊吼。我即摆我系时间拢差不多伫台湾，啊等于美国就是问导游的，等于一个月啊都搁回来，吼大部分拢是安尼啦。啊，我感觉无啥物大不了，我当时。啊好，啊无咱时间会使，咱即马正式吼来。各位校员，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辛苦啦吼。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新德州州长叶贤忠。啊，因为虽然两点钟吼，但是。这两点钟我要讲，实在时间阁无够，所以无讲废话吼。啊，因为希望甲内容的物件讲好较慢的，好今日你来上这个课，头壳内底带一寡物件转去，因为这个物件吼是经过差不多当半的时间吼，咱伫外口，我即马讲的物件是。咱伫推动即个宣传的即个过程，我早前我的题目叫做区域宣传呐，吼，就是讲做真济海报，啊，咱起来外口，啊，安怎摕到海报以后，甲即个唔捌的人，伊看到海报，咱安怎佫甲伊继续落去迄个互动，互伊佫较深来了解。所以伫这一年外来，我一直伫精简呐，就是讲。到底要用什么话题，和台生活伫台湾这个这么久的人，看到这张海报，伊会当头壳内底，敢真正安尼？我来研究看卖，吼、哦，我所有的这个做法吼，拢是为着要和一个完全唔捌的人，唔捌民政府的人，伊摕到这张海报，伊会当。目睭小哈哈金一下，看讲啊，到底这是你讲什么物件？吼、哦，我真侪思维拢是这种所在啊，所以你即马摕到我分予恁这张，那无再甲我摕吼、哦，我即马予你这张，就是要予你炸转去，因为已经上简单啊。但是你分予别人，你摕予一个唔捌的人，包括我即马摕予你，可能我那无几个人知影讲这张到底要创啥，这张爱介绍。爱解说清楚，这张就足好用啊！因为我拢用图，甲法律拢放你内底啊。较等下，我甲你解说清楚，你就知影要哪用，你就知影这张传单安怎好用。你回去爱甲伊往腹背甲腹背起来，留在身躯。吼、哦，有一挂台湾人头壳袂清楚，拄啊咱迄个。咱的郭牧师，你讲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吼，就是安尼，因为头壳已经去有洗六七十年啊，蒙蒙渺渺啦吼。好，啊，我即马继续讲这个主题吼。今日这个主题，那会定做我念互你听吼。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因为安尼伤过啰啰长，所以这个意思是安尼吼。大日本，伊的意思是大日本帝国。唔是即卖新日本哦，后来我互你看后一张，这张图啊，这个影像在座的各位，有人认为这个物件是你伫台湾生活的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未来即卖后边足侪张相片，我甲这相片拢甲点互各位看，你认为讲你即卖看的这个印象是你台湾人的印象？什么叫做台湾人印象？你若讲蚵仔面线、臭豆腐，这全世界都已经台湾才有的嘛？这你知影讲啊，蚵仔面线、臭豆腐，这是阮的文化，阮都爱食臭豆腐。迄你国外是臭到要死啊，无人敢买啊，迄政府会去甲取缔啊。啊，所以讲你讲臭豆腐这个物件，伊是健康的，但是外人偏的吼，唔是香，足臭的。但迄是你的文化，吼、哦，来，我给你看吼、哦，这个嘛，搁一张。搁一张，来，这个物件，这拢唔是咱的文化，这拢日本的文化。这个日本爱解说清楚，什么是日本的文化？感情上啦，因为人因这个图像，
伊伫因日本人已经千多年、两千年的历史啊，和服啦吼，啊，拄啊遐个物件，迄绝对毋是咱台湾人。有人认为讲遐个物件是伫你成长的过程，有留下一丝仔印象，讲即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常常用，阮家己就安尼穿啊。敢有人会当举手？有人认为遐个物件是你的文化的一部分无？哥哥，你敢有印象？即个物件是你的台湾人的文化，还是日本人的文化？对，吼、哦，即个物件拢是感情上的日本人，吼、哦。来，即嘛是，即绝对唔是台湾人的文化。我放到这为止吼，都讲这支吼，伫咱家上课的学员讲，这支我捌看过，但是吼、哦。有印象，对有感情的，就敢那这一年外、两年外，安尼啊尔。我嘛是同款，我以前嘛唔知道这是啥，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天风旗嘛。所以，伫咱台湾人，包括讲全台湾这个所在的台湾人，我甲你讲，敢那咱上完课的人知影伊是啥？真的吼、哦，唔知道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甲讲你是日本人，讲啥物笑话？我啥物？我日本人。所以昨昨暗秘书长，你开场的时阵问在座的各位讲，你是什么人？你轰炸，我大家拢唔知，吼、哦，啊唔知正常啊，啊你若知你就免坐这啊。我阁问各位一点，是家己看网络来的人，敢会当举手？大部分人甲你介绍来的嘛，人甲你介绍来的时阵吼，其实伊甲你讲足济法律，但是吼、哦，在座的各位。你听入去的，敢那一段讲，啊，你就来上完课，后边都职务通做，后边都官通做嘛。我相信应该是安尼吧，吼、哦。咱内底一定阁有一部分的人要纠正，敢真正有影有官通做，吼、哦。我是看网络来的啦。我阿未转来上课的时阵，我都已经伫加拿大，我都已经看十一个月啊。所以我对第六期开始知影，日日看我回来上课28期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徛伫我的来讲，我有用10个月的时间去观察这个论述、这个道理，我感觉这是真理。所以我一回来，我无任何的犹豫，我会当冒什么石头，我就尽量冒。但是这个冒石头，唔是讲你要做道堂啊，互你做呢？你今日这个道理，你若无完全清楚。你无法度去说服你要叫伊来上课的，因为你若无时间去找遐尼济资料，你无法度讲叫你，干那恁小弟啊要叫伊来，你就足困难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读个歹去，阮迄阿兄读个歹去，阮迄个小弟啊读个歹去，够可怜。我干那会当讲，甲我讲无可能的人吼，我若较低级的，我会甲讲，啊，你都无读书，当然无可能。啊！伊可能是博士，可能是硕士研究所的。你甲讲伊无读书，伊无读书是无读你这个法律的部分。伊有可能伫工程是博士，伊有可能伫食品伊是博士，但是伫这个法律的上，国民党刻意唔甲你讲，伊刻意甲你改变历史。我较等下，予各位看这个物件，啊，足认真的啦吼。你在足认真诶，甲听，因为虽然足简单诶几张啊相片，但迄个物件是经过时间，我甲迄个文章诶物件甲转变做图像。啊，所以你只要今日我甲你讲诶即个物件，你拢完完全全囥喺头壳，无几项代志啊，无几项代志。你若记清楚，上无你足清楚，你今日上即个课，你得到啥物物件？你转去以后，你若要去，因为你相信伊有可能摕证券嘛。今日坐伊遮个人，我拄下都已经问过啊。恁有可能坐伫即个所在，啊，我着坐三工，我着有证书啊嘛。搁一届高级班，搁三工，啊，我着有证书啊，我着等。等到有一天真正摕到证券，啊，我着公务人员啊嘛。但是即个过程当中吼，伫还袂摕到证券，你莫是讲，等我摕到证券，迄个时阵我再来努力袂赴，绝对袂赴，因为。这4000人毕业吼，不管你年纪啊，对88岁，目前我知影是
有一个九十岁，但是我刚才看过一摆，对八十八岁、甲十八岁、十九岁，咱的同心这个拢有啦。每一个人吼，拢是足高阶层的行政人员呢。迄单位若要叫你去接，我甲你讲，你敢若坐只三工两届吼，你要哪去接？你可能免两三工吼。报告州长，我做不下去了，因为他们讲的任何事情我都听不懂，我公文也没办法批。那他这样子讲的这个事好像有道理哦，啊，但是我又怕我签下去，我会被连带责任。那我到底要不要签？你不可能，你所有的公文你都送在州长那嘛，你都送中央嘛，你唯一的赢因现有的公务人员的人，因的头壳内底就是对中国的物件，你赢的就赢在这点。伊只要伊的思维跑掉了，出卖台湾的行为了，你就袂当签名。啊，无我甲你讲，你有可能甲伊同款连坐，你嘛无头路，吼。所以吼，会记的哈，即句话爱记的头壳内底哈，即句话安怎讲，你就爱抄起来，你就爱背起来，因为即句话代表足侪法律的顶头，我是大日本台湾人。这是法律上的日本台湾人，不是感情上的日本台湾人。我刚才有跟各位说，那些图像，那叫做感情上的日本人。举一个最简单，大家都有办法接受的，现在少年的，他现在出去外面，都还没结婚嘛，他就说这老公老婆，那叫做感情上的老婆啦。法律上的老婆就是要有结婚证书。有一天，你这位小姐去看到迄、那个这个老公，伊的原配吼、哦、有证书会造出来，我甲你讲，你怎变小三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感情上、甲法律上，你也跳清楚，无你无法度去说服你的朋友。啊，安那讲叫做法律上，我甲讲，你今日迄张，和你迄张变过来，迄、那个天皇主权吼、哦，你看来，你拢有啊、哦？我这张物件吼。我是用一段时间啦吼，我有桂林啦吼，我有桂林啦。我认为讲我想要做的代志，伫迄个紧要关头，都有人提资料好啊。吼，我先讲这个物件吼，恁家己小看一下。我若解说，你同款这个物件，你去甲你的朋友解说。啊，你若袂记的，你入咱的中央的这个官网去点过去的，我讲课的，你就知影安怎讲吼。来，日本天皇吼。伊摕到马关条约，伊摕到台湾这个土地，但是当时摕到的台湾土地，敢那摕到绿色的这边，伫这个浅灰色、这个高沙族这个所在，伊无摕到。当时大清帝国伊挂台湾甲平湖这个群岛，和日本天皇的时阵，这个所在唔是伊的土地啊。结果伊做一个人挂好人，伊挂好人以后，开始要接收的时阵，才发现着讲。嗯，啊，遐高山遐人就唔是中国挂号伊，迄根本迄就是另外一个无同的一个国家嘛唔是国家啦，就等于讲唔是伫中华民国当时马关条约挂号伊的全部嘛，所以用十年的时间，佮用军队去甲征服，这就是最近前无偌久以前有一出电影叫做《赛德克巴莱》，迄出电影就是你讲这件代志啊。啊，所以用十年的时间，伊甲台湾这个土地主权建立完成。所以台湾土地主权是伫日本天皇的手头建立完成的。伊阁经过万国公法，就是讲这是殖民地，我摕到这个殖民地，我用万国公法的标准，伊的流程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伊迄阵伫1937年有实施皇民化。什么叫做皇民化？就是讲，和这个土地的人，伊自底拢讲中文汉语，伊会晓讲日文，伊会晓写日文，伊会晓这个听日文。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时间，拄啊好伫什么时阵？伫日本天皇伫1945年的4月7日，拄啊好美国去轰炸琉球，同迄天。伊宣布，因为头前的手续拢照万国公法做啊。伊伫共迄天
宣布朝鲜甲台湾这两块土地实施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，所以迄阵开始爱做兵，爱去参战。台湾嘛派三个参议员，甲五个众议员去日本去开会，所以迄个时阵台湾都爱做兵，因为做兵死，即马囥伫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,100名。你若毋是伊的领土内底的人民，伊是殖民地，都参像啥物情形？我甲你讲吼，波多黎各伫1898年，安尼百外年前，都已经是日美国的殖民地啊！甲即阵安尼百外年哦，伊无参像日本天皇伫台湾安尼实施皇民化即个动作，所以去年年底，波多黎各人公投，讲伊要做美国的一州，美国要哪接受？第一，波多黎各即卖咧讲西班牙文。但是波多黎各一占领以后，到即阵100多年啊，拢用美金哦。因为我开始用这个钱咧讲法律的时阵吼，我当然去查讲，啊，这个波多黎各因即马到底是用美金还是自地的钱嘛？伊到即阵拢用美金，你记起这件代志，我等下阁提起这件代志。因为我即马咧讲的物件是一个画面，是一个故事，你爱甲我讲的物件坑的，安尼就替恁读书啊啦，吼，来。所以，伊伫1945年的4月7日，你也知影，4月7日佫经过4个半月，日本天皇投降哦。伫台湾，敢若4个半月实施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，敢若4个半月啊？尔，这个4个半月，我进前我知影这个代志以后，我怎啊请教咱的秘书长讲，照你讲吼，你若是4月7日以后，台湾用的钱。都无应该是用这张啦，因为这张钱吼，伫18年的总督伫台湾咧统治的时阵是写台湾银行，这是总督，伊在用台湾银行，伊这毋是日本首相统合的。但是你甲我讲，我实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照你讲，我伫台湾这个所在是受日本的首相统治，我都爱甲日本首相统治同款的钱嘛。啊！你们这合理，因为总督府用的钱，伊唔是甲本国用同款。但是你4月7日以后，照你讲，日本天皇不，日本的首相一定爱要求台湾这个所在的人，爱用甲大日本帝国同款的钱嘛？我当时知影这个道理，你知无？但是咱我相信咱的东西拢唔捌看过，等下后边迄张钱。啊，这个代志我就因为我找无这张钱啊。我就甲咱的同心讲，什么人有法度伫网络去找到这张纸？经过2天啊3天，咱内底、咱州内底有一个同心，就甲我找到这张纸。我相信你拢唔捌看过这张啊。这4月7日以后，伫台湾用4个半月的钱了，这张恁的迄个传单顶头拢有。伊这顶头已经写日本国、日本银行啊，有无？日本银行这张钱当时甲朝鲜做伙用。朝鲜啊，就是韩国南北韩加起来迄个朝鲜啊，嘛用这张钱哦。但是你也看，因为迄个时阵咧战争，所以这个所在有断一个音啊，叫做台湾银行，有无？这张钱就是证明吼，伫4月7日以后，台湾就已经变成大日本帝国天皇的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就是讲，因为战争。未当阁把台湾这个土地阁挂念予战胜国，所以美国摕到台湾这个土地，伊嘛头毛咧烧啊！那海啊，伊甲波多黎各阁无共款，主权阁互六条的，啊，所以台湾地位到现在徛伫美国的角度，拢叫做未定论，因为伊无主权，伊未当参就波多黎各占领迄天开始使用美金嘛。我照你讲，台湾爱使用美金吗？吼、哦！但是正胜甲正败，当然有国际法律在走。问题徛伫台湾人的角度来讲，当时吼、哦，去刻意模糊化，所以咱今日有这张纸吼，就证明一切。但是你刚才有看到这张纸，你要甲你的朋友讲这个道理吼、
可能有淡薄啊，迄个背景的迄个说明，你可能有问题。所以我嘛爱拜托各位，你为着要介绍这张遮简单的物件，和你的朋友、和你的小弟、和你的小妹、和你的阿兄仔，爱少读一挂书啦，无读袂用，干那读书都有法度做公务人员吼。这么简单的代志，爱读吼。来，咱来看后一张吼。在迄当时的大日本帝国，迄个时阵，以咱的士大人即即个呢，以当时的国籍安那去中华民国改掉吼。我等下互你看啦吼，看到头一个物件吼，你看麦，有人发大家讲这是啥物物件无？哦，国旗丢了，上面下人的国旗。啊？这丢了国旗啦，因为和恁小当家脑筋的啊，我嘛最近才知啦，是的啦吼。法国的，啊，搁有无？搁一届啦吼，卖浪费时间，有无？香港的。香港啊，中华民国香港啊，哎，你的动心无准绳啦！我跟你讲哈，这有影是中华民国的。我跟你讲哈，啊，这是啥？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徽，这就是中华民国元年成立的国徽，拢无人知，哈、哦。对啦，啊，问题你用摇的，我就跟你，我等下提证据给你看哈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要让恁知影较侪物件吼。因为这是甲顶礼拜无同的物件吼。来，袁世凯嘛吼，中迄个大总统有无吼？即支啦吼。好来，过来。我要甲你甲各位讲的，就是讲吼，中华民国叫你去领一张国民身份证是安怎甲你骗的？伊今日若无甲你改变，你拄啊迄个感情上的日本人，怎啊甲你改变做你是感情上的中国人？你要哪去领一张身份证？对吧？所以伊拢甲你用感情上，你甲你改变。这即卖我甲你讲，有一挂证据我互你看。我等下要甲你讲，伊安那甲你骗。来，你看吼，这拢因的物件嘛，这中这支国旗嘛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这支是海军旗，这支是陆军旗。这孙中山嘛，吼，这拢无唔对哦。这相片拢古早，我无遐厉害去甲改这哦吼。你拢会使家己去纠正吼，这是海军旗哦。你即马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十二道光芒，这是海军旗，这支是陆军旗，中是中华民国的国旗。好、哦，这个我写个较清楚哈，中华民国国旗、海军旗、陆军旗，咱拄啊看这啊，这我唔知啊啦。都这两支，这支你捌嘛？这几落十年的历史，记忆啊，你一定知嘛哈。这支唔知话紧吼，咱阁继续看。来，这写阁较清楚吼。这拄啊看过啊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旗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徽，这个是中华民国的海军旗，这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徽。当时这个所在嘛有中华民国的国歌哦，结果你这变作三民主义无党所装，唱一世人。伊为什么用这个物件，你知无？当时美国知影台湾是军事占领，麦克阿瑟用伊的命令叫蒋介石元帅来替伊来占领台湾。美国足清楚的呀，伊袂当用国旗，中华民国国旗来台湾呐，因为是军事占领，所以用海军军旗来台湾占领。吼，会记得我甲你讲哦，我这用足侪时间整理，互恁知影哦。有可能进前真侪上完课的同心。伊若无阁继续阁读一挂文章，我已经整理予恁啊，足清楚的吼。恁后一届若有时间，咱来遮，恁会带摕随身碟家己当落吼，一模一样的物件。来，咱看后一张，吼、哦，天下为公，1912年1月1号，后边嘛是放一支，啊好，即马来，这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陆军部发行的。等于是军事用票，当时的军队用的钱啊，这边是陆军旗，这边是国旗啊。中华民国无甲伊做伙啊。你看哈、哦，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政，伊的党政哦，
顶头唔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哦，是用这支哦。哦，这真正吼、哦，听到大家拢摇头啦吼、哦。我相信足侪国民党嘅嘛唔知影这个物件，因为伊唔知影法理。咱是知影法理，咱去找以前遐旧嘅物件，才知影讲啊夭寿啊，你就是安尼甲咱骗。吼、哦，这东线啊吼、哦，你看，这个所在后壁这个所在有无？这嘛是五五色旗嘛，这个所在是陆军军旗啊。吼、哦，我资料我找予各位看，好来，我甲你讲安那骗啦，吼、哦，开始甲你讲安那骗。这是顶一集都有做啊，但是头前遐资料我顶一集无找到。你啊看，当时伫中山堂、光辉堂顶头室内啦，吼、哦，伫室内的所在，这个所在用英国旗、中华民国的旗。美国旗、苏联，这支是军旗呢？这支是军旗呢？啊，你用军旗来遮军事占领嘛，应该啊。但是伊感情上，伊安那甲你骗，迄这是中华民国国旗。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留伫台湾这六百万的日本台湾人，你感情上你是中国人，所以伊用甲你骗光复节嘛。这是内底接受导航的相片哦，这是伫中山堂内底接受导航的相片。遮内底足侪拢是外国人，伊看无中文嘛，但是伊看无中文，伊外口的这个牌匾呐，这个牌匾拄好伫拄好迄个会场的外口，伊顶头只甲你插美国国旗，美国国旗，只甲你写台湾共和。再甲你写中国政区，吼、哦，这拢阴谋。但是我讲，伊的阴谋经过咱安尼知影法理以后，去找证据，知影讲要求你当时咱来骗这款的，骗到拢骨卡拢收出来。我即马无去甲伊讲伊对唔对，我干那用伊家己留落来所有相片讲伊唔对，啊、哦，用伊的图去搞伊的壁。我无去甲伊污蔑，我只是甲你甲我讲安尼，但是我要纠正嘛。我用你家己留来所有的物件，我去纠正你倒位唔对嘛。所以在座各位，你今日伫只听遮的物件，你若拢完全记清楚，法理上你就足清楚啊。你也看吼，这个所在，伊甲你用台湾共和正确的吼，我予你看正确的。有人想要讲正确，当心除外吼。有人要讲正确的无？这个所在写台湾共和唔对，这个所在写中国政府嘛唔对。正确有人要想要讲两句哦，这应该写啥？张秘书长有讲，但是无讲到答案。但是想嘛想有。OK， 会使。中国政府爱改改啥？对，还好正确的伫遮。吼、哦，这是正确的，就是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礼嘛。下底是太平洋战区，我予你看吼，啥物叫做太平洋战区甲中国战区吼？来，来，你看吼，伊甲你讲台湾我光复，收复国土啊嘛。啊，照你讲，日本投降，伊就只要对这个何应钦投降就好啊。这个是何应钦啊，中国战区的嘛。啊好，啊台湾，你既然甲我讲台湾是你，因为战争阵营收复国土嘛，你甲收回来，你就靠波多黎各同款就好啊。所以为什么伊奈要用中国，伊奈要用中国政府，就是要甲你骗迄个感情上你是台湾人，你是中国人，佫是台湾人，即个物件。但是吼、哦，旧卡说出来，你奈无代无志，加一个单一的受降典礼。照你讲，这张是无的啊，对不？台湾，你既然是甲收复国土啊。就同一个国家，啊！我接受日本天皇投降，我就何应钦就搞定一切啊嘛。为什么佫加一个单语？我跟你讲吼，这个所在就是吼，说一次谎，伊要用十个去圆谎。所以咱即马去找着圆谎迄个物件来讲，伊哩讲白贼。因为过去知影台湾人、知影历史的人，拢离离八去啊嘛。哈，我要倒去找人。无得找人啊！咱即马知影法律以后，转去找伊过去用的迄个相片，甲咱教育迄个相片来去找答案嘛。
啊，这阵经过我安尼甲恁解说了，你就知道哦，迄个相片来用安尼来，你看哈，拄啊迄乌白嘛，我用彩色的嘛，这个所在彩色的啊，这嘛是美国国旗，你知？马英九、郝龙斌的国父纪念馆，这嘛是美国国旗。九三军人节，军人哦，这嘛美国国旗哦。连蔡英文你选总统的时阵，嘛是你庆祝光复节，这就是人用光复节，伫感情上甲你洗脑，你是中国人。安尼你再当互因继续伫遮住，无伊爱走啊，吼、哦。伊安那甲你骗，这有故事，我简单讲较紧的啦吼。就是讲，当时大日本帝国伊战败的时阵，美国联军无想要让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，伊甲当时的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内底，北方四岛叫苏联占领，这个奥克纳瓦琉球叫联合国托管，岛边韩国顶头有一个叫做主岛。迄、那个所在韩国占领，联军亲身占领即卖即四粒岛，日本的新日本的即四粒岛，南边的台湾叫蒋介石来占领，目的就是歪回佮再度崛起，就是歪回大日本帝国佮庆祝会佮发动战争嘛，所以佮伊四分五裂。伫迄个时阵吼，苏联做一件代志，伊甲苏联甲迄北方四岛顶头万几个日本人，用军舰甲载登个日本，互伊迄四粒岛拢无人啊，无日本人啊，怎甲苏联的人民怎刷入去内底住？按算住久要变异个嘛。蒋介石迄个时阵看到这件代志，伊嘛叫联军讲：你甲台湾人600万来，日本台湾人甲载登个日本本岛，我中国人要来啊，吼、哦，要用一步啦，按算要甲占领，占永远个占久要变异个啊。联军也讲，我无遐尼济军舰，哪有法度甲你这600万载登去日本？夭寿啊！吼，怎啊甲你创？因为头先甲你骗啊嘛，头先伊就准备要用光复节甲你骗啊，所以伊怎啊用行政命令？你也看吼，民国34年10月25日光复节嘛，开始所有的伫台湾这个所在人恢复中华民国的国籍。国籍要恢复，要做，要改变国籍，毋是遐简单。我讲我的理由，你听。我住美国，我即摆摕绿卡。我若要做美国人，我爱安怎，你知无？我5年来爱住满2年，住满以后，我提出申请。申请以后，我会晓讲英语，我会晓写英语，我会晓爱考试啊。考试过伊啊 ，interview 过了后，伊通知你来宣誓。哦，对，即摆开始我要做美国人，安尼你的国籍才会当换呢。唔是用这个行政命令，安尼一夜之间吼，甲你换掉。一换掉以后，所有当时日本的台湾人，为什么有法度？伫安尼一张的这个行政命令，都一张纸安尼改变所有的人的背景，伊的国籍。所以一定要用感情上的直直甲你洗脑，直直甲你洗脑，说讲你是台湾人，佫是日本人。呃，佫是中国人，安尼你再去领这张啊？你唔领的吼，足简单的啊，228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当时足侪较知识分子吼，足侪拢去用台钓。啊，这个所在我甲你讲一件代志吼，恁记起来啦吼、哦。这个物件是经过我了解以后，我发现的，我这个结论我讲互你听吼、哦。对对啊。但是这个物件是台湾人的苦难呐。中华民国为着我即马开始讲哈，恁会记的吼。中华民国为着要继续带台湾，伊制造伫台湾无和平。这个无和平，包括228白色恐怖、东华的时代、美丽岛事件，吼，一挂白色恐怖的，一只政治迫害的物件来，唯一的目的。伊就是要制造台湾这个所在不安定，只要不安定，美国会继续予伊统治。为什么安尼讲？你知无？所有的战争法内底讲啊足清楚。我这个军事占领占啊这个所在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个地区会向遵守新的法令，维持和平，占领军爱离开，伊拉克就是爱离开的嘛。
伊若无继续无和平，伊免啊继续带你台湾继续统治。好，袂当白色恐怖，袂使杀人啊，袂使掠人啊。伊即马后来甲你创一寡吼，社会互你乱啊，毒淀粉、毒奶粉，拢无找无凶手。倒一件找有凶手。今日若是讲遐个夭寿的人，用迄种毒的物件、化学的物件、掺的食品，迄款人爱掠来枪杀才对啦。迄若是断掉，我甲你讲，后壁无人敢做啊。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为什么无结论？都挑工，互你台湾人安尼茫茫渺渺安尼生活伫安尼，逐工无闲趁钱，伊咋好通知啦？各位，我讲的是答案哦。我讲的是所有国民党伫台湾自入来迄天用海军军机来甲咱骗光国旗，一直到即马为止。昨嘛，敢若佮你讲什么沙拉油啊嘛？你甲看有答案无啦？啊，若只夭寿迄个头家都掠来枪杀倒啊，嘛简单啊！你钱赚遐多，枪杀嘛应该啦。吼，来，恁顶头拢有资料啦吼。讲钱吼，大家才有兴趣啦。我拄仔讲真济道理，予各位听。当时这是民国35年哦、喔，你会记得吼？中华民国是伫34年来占领台湾，这是占领以后的钱呢。啊，那顶头用台湾银行，啊，你唔是甲我讲你收复国土啊吗？台湾这个土地就变成你中华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嘛？你还参照日本天皇伫台湾用日本银行的钱啊？你还用甲参照美国你波多黎各占领开始要用美金嘛？你爱用中国银行的钱，你台湾用得着啊？你可能啦吼，咱去洗脑，你可能当时你无中国钱，你会当甲讲你我较以前较散，我干那有迄个银角啊有无？袁大头啦，遐银角我无钱啊，我白讲，来，这张26年的钱啊，中华民国26年，有无？这是伫伊占领进前，差不多8年。伫伊中国用的钱嘛，我相信这8年这钱足多啊嘛，对吧？这张钱呢，当时呢，买提来台湾用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当时蒋介石知影台湾这个土地是替美国来军事占领，伊无主导权啦，伊袂当提伊的钱来台湾用啦。啊，那安尼讲，伊替美国来占领台湾，迄阵爱用美金才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就是讲，我即摆甲各位讲的物件，唔是你说教，我是你甲你讲逻辑思考，因为我证据给恁啊。敢那用逻辑，恁拢免背，恁拢想甲足清楚。你看到迄个物件，你就知影讲无不公不义。佮后一张你看，有人有法度甲我讲，因为即个道理拢同款啦吼。即个所在有写县马祖专用，佮有一个县金门专用，会记得袂？这什么道理？有人简单甲我讲一下无？来，我直接甲你讲吼，这是中华民国43年哦、喔，你也想迄个背景哦、喔。43年，迄阵规个经过38年，中华民国的中央迁都来台啊嘛。你唔是甲我讲，你中华民国的中央刷来台湾啊吗？佮你选，佮准备要选总统吗？啊，你中央就刷来台湾啊，啊，你哪会用中央银行？嘛是43年，嘛是继续用台湾银行啊。即嘛一个问题啊。你若有朋友带你金门妈祖，伊若是要去美国，伊签证顶头是写中国哦。所以金门甲妈祖确实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伊的人顶头嘛有钱啊！啊，你流亡政府迄个时阵，中华民国43年，都已经流亡来台湾了嘛，去用赶走嘛。流亡政府袂当印钱呢，啊！流亡政府要哪印钱？安尼中国遐个钱，甲伊个钱啊，到底国外要兑换的时阵是要安怎换？所以吼，台湾银行这个钱爱摕去马祖用，顶头甲当县马祖地区专用。甲43年中蒋介石吼，伊拄啊来时讲什么一年准备2年什么会什么会，拢讲啊一大堆啊。干那对这钱就知影讲了哪里话啊？哦，别讲啊，好无？拄啊！遐中国军来台湾，毋是什么一年准备2年，什么会扫荡3年，吼、哦？啊，这用几年啊了？38年甲43已经7年啊呢？7年伊妈做的钱，阁是用安尼呢？
所以你就知影讲吼，拢全咧骗，拢咧骗啦，唔是干那咱台湾人去用骗，连遐老外嘛，伊用骗参与啦。今日较好的一个所在，对老外的角度来讲，较好的一个所在是讲，你缀伊去赌嘛，你缀伊去赌嘛。所以我，你拢免讲话，我都甲你照顾，因为我若无甲你照顾，我票都无伊啊，都干那安尼啊尔。来，我即马甲你讲正经话啦吼。因为今日有较速度较紧，所以头前遐无提足济，所以有材料讲啊即张啦吼。恁若要来即张吼，找我 copy 啦吼，因为我已经无印啦。因为咱即摆经费啊欠足济吼，所以袂当安尼印伫这顶头啦吼。我讲正经法啦吼，你看好清楚啊吼。伊拉克做例子吼，伊拉克甲美国修正宣战，美国这尔。美国军事政府伫伊拉克甲成立，开始军事占领，为着要保护当地人民的生活，所以成立伊拉克民政府。这个民政府阁继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有国民、国会、宪法、国旗以后，经过阁一段时间，这个地区的人会当遵守新的法令，维持和平。美国军事政府一定爱甲当地有主权的拥有者签订合约。所以美国军事政府爱撤离啊！这头甲尾吼，对这甲这伊拉克的例子，七八年的时间结束。台湾吼，台湾呐吼，六十八年前啊，甲即阵六十八年啊，甲走甲这啦，后壁还佫还袂走的啦，美军都还袂正式入来，美军还袂正式入来。为什么讲美军来入来？因为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内底讲，美国是台湾的。占领国唯一啊，唯一哦，所以到即阵伊都还袂入来啊，吼、哦！我甲你讲吼，即两抓啦吼，即两抓吼，一个台湾两个政府战争结束以后，本来都袂相破啦，是两个平行线啦，就是讲军事政府外交甲军队一贯内政是民的你管，吼、哦！这是正确的一个观念哦，就是战争以后。这个地区军事政府甲民政府，无唔对，伊是咱的头家，但是民事的部分是咱家己的奖励。所以你也看吼，我来讲顶头的军事政府吼，替恁复习一下哈，这六十多年唔知的代志啦吼。拄啊开始占领的时阵吼，台湾迄阵叫做台湾区警备总司令部，迄就是军事政府。蒋介石伫三十八年流亡来台湾的时候，就改名，就伊就再讲啊啦吼。伫台湾关系法完了，完了继续用中华民国。但是伫台湾关系法以后，中华民国应改名，改做台湾治理当局，唔是用中华民国啊，已经唔是啊。但是中华民国继续阁行无代无志，甲人签一个法，签落了后，你爱知影吼？叛乱组织啊吼，流亡政府甲本国的政府吼和谈啊嘛，无要修正啊嘛，啊无要修正，我问各位啦，我那逻辑性的思考，到底是中华民国去甲中国共产党吃掉，还是伊去用吃去？绝对去用吃去的嘛，伊只要去用吃去，伊就中华民国本来是民主主义的国家，怎啊变共产主义啊？顶礼拜，咱哩一年前，咱秘书长一直哩讲。平潭吼，中华民国要走平潭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后一集再去做节目啦吼。平潭顶礼拜已经通航啊，迄台船啊吼，会再载七百几个人，会使阁载266台的车。我问各位，你去想啦吼，载遐侪车去要创啥？吼，来，家己去看顶礼拜的新闻，你著转去雅虎吼，甲拍平潭岛、台北港拍落，哦，迄新闻足侪，你家己去看吼，甲恁讲啊。因为我无遐侪时间，所以伊既然被共产党赤化，伊去有赤化。我问你啊，美昨秘书长有讲，美国甲你轰炸，伊有损失一挂人嘛？伊摕到台湾这个土地啊嘛？你知道美国是经济主义的国家，伊的敌人是共产主义哦。你今日中华民国去有共产去有赤化，伊哪有可能甲台湾这个这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的这个？管理权交予中华民国的这群人呢，伊一定爱走啊嘛。
这一当外前就已经讲伊要走去平潭啊啦。今日新闻，昨顶礼拜新闻走出来通啊啦。恁家去看影片啦吼，恁若要看影片，我电脑有，等下我嘛会使放互你看，但是无时间。所以，这个所在你爱知影吼，军事政府即马伫这个阶段上，伊到底军事政府当时要立来？有啊，有足侪物件，恁即几天真侪，咱的真侪讲师拢会甲你讲，操张。昨咱的副主席嘛有讲迄个雷达，吼，嘛有讲军机的代志，迄足侪物件，伊拢咧准备要入来啊啦，只是你唔知啊尔。好，这个是军事政府啊，负责军队的，甲外交面的咧。拄啊开始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单仪，后来中华民国走来台湾的时阵吼，改名叫做台湾省政府。这个台湾政府李登辉的时代要甲废省。美国讲这是民政府，你袂当搞废。我相信迄个阶段上，伊嘛听无，伊嘛听无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吼，台湾省政府伊是民政府，但是有一个物件无同，占领地区的人民去成立的这个政府，才叫做民政府。伊为着要做好这个国际舆论看，有啊，我有民政府啊，台湾省政府啊，顶头迄个省长拢是台湾人啊，但是下底一挂。主要的代志拢是中国人咧处理的，所以这个所在有淡薄啊无啥共吼。来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物件是你解说吼，台湾的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。为什么咱要办身份证？拄啊先开始咱咧宣传的时阵吼，实在是足艰苦、足辛苦。要办身份证哦，身份证顾财产啦，身份证会当后边安尼。会当配出好你啦，吼啊一块换一块换一块啦，吼，啊那工人当作你笑的啦，啊连笑的，啊一块换一块，等于一块换三十块呢，啊那无身份证的，啊一块变换四十万才会当换一块呢，啊你那无身份证后边你的厝吼，准备两年老两啊呢，你也不爱听，我笑的，我拄着笑的，所以后来我就不爱安尼讲啊，我直接跟你讲道理，吼。我直接跟你讲道理，为什么你要办身份证？原因在这个所在，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代志哦。台湾关系法，你保护什么人？我有时间，我会阁讲台湾关系法的物件吼。我最近阁摕到一个资料，我会当做会当阁讲的吼。当时的台湾关系法，你保护的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台湾人。这个所有的台湾人有分作两种。一个是对中国人搬来台湾领那张身份证，伊嘛讲伊是台湾人。有一种人是当时迄600万的日本台湾人生的后代。美国人分作清楚哦，伊《旧金山和平》内底保护的是叫做 People of Taiwan， 哈，而且天甲地哦。伫台湾关系法，伊保护的是 People。红台湾这两个差异，对我讲故事，你听你就记起来哈。我伫差不多两个月前，我伫美国有一个朋友，伊咧做房屋中介，伊来慈济受训，啊，我咧新店请伊食饭，啊，我就甲问讲，因为伊是香港人，但是伊经过足久的时间，伊一定领美国籍吧？伊嘛是美国人，国籍上、伫法律上，伊是美国人，感情上伊是香港人嘛？吼，安尼听足清楚啊嘛吼。啊，不过我是台湾人，又是美国人，这个足奇怪啊！你讲人拢听无啊？法律上我是美国人，但是感情上我是台湾人。所以咱台湾人出国也好，中国人出去美国也好，加拿大也好，拢无法度甲人的社会融合在一起。原因就死伫遮嘛。我阁是加拿大人，我阁是中国人，我阁是美国人，我阁是台湾人，都安尼弄安尼乱七八糟啦。所以。在这个阶段上，那个当下吼，就你一直在思考讲，我到底要用什么物件来和所有上完课啊，好无上课的人，甲讲这个道理以后，伊会认同嘛？啊，无咱4000名会足困难的困难呐、啊。你要甲解说这个物件，你要用足久足久的时间，搁爱读足侪册，你才听有，因为。在当时，迄个 People of Taiwan 甲红台湾，伊足简单的甲我讲这个话，就是讲我就是红台湾，伊来佚佗的呢。我拄仔甲你讲伊的背景呢，
伊感情上是香港人，但是法律上伊是美国人。啊，我甲问讲，啥物是 people on Taiwan？ 伊安那甲我引，你知无？我就是啊，伊讲伊啊，伊讲我就是 on Taiwan 的，哎、欸，伊是观光客呢。嘿啊，伊是观光客来台湾，干那来一礼拜，伊讲伊是 on Taiwan 呐。啊，我甲问讲，啥物是 people of Taiwan？ 伊甲我讲。啊、你就是啊，你在这边出生的、啊，你爸妈都是台湾人啊，你就是 of 台湾。好、哦，安尼清楚啊哈、哦。所以台湾管的话，保护的是住伫台湾家全部的台湾人。这内底有观光客，这内底有本土台湾人。啊，所以这个物件伫台湾关系法内底哈，当时为什么设定台湾关系法？大家拢以为台湾关系法救着台湾，对啦，救着台湾，住伫台湾顶头的中国人，无伊无地死。迄个时阵，伊敢剩金门甲妈祖通转去，伊无地死啦。我讲较歹听啦吼。伊今日若无用安尼即个物件，安尼来甲你乌龙蛇道吼，伊早都毋知走去倒位去啊。伊只要离当时若无即个台湾关系法，我甲你讲，迄阵咱的台湾人吼是美军，参像波多黎各甲咱统治啊啦。咱秘书长伊用有咧讲课，伊讲波多黎各的人拢歹做事，大家拢安操比我较大颗，拢咧食肥肥脚腿腿，食饱饱等放假。吼、哦，我即逝过年我要回去，我来波多黎各，我来翕一下相，看有影大家拢安尼无？咱嘛来看一个讲未来台湾是生做安怎？啊！大家拢歹做事，啊！无钱甲美国讨，无你哪要甲我军事占领？哦，咱即摆讲的拢法律哦，感情我就甲你讲感情，安尼各位你则听会开吼、哦。所以当时台湾关系法下去，就是在美国人的眼睛吼、哦、里面看不到这个地方有当时被占领的人民，因为你们都改变国籍了，原因就伫遮。所以你今日。在2009年，美国国务院已经判来，讲其中有一项五项内底，其中一项我等下给你看五项。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，美国国务院爱主动协助制定原告成立因的政府。好，政府要成立，你有人无？你无透过这种说明会，和所有唔捌的人来办身份证，算你的人民嘛？啊，你有人民，你无人来管理这个土地。所以咱在座各位伫遮受训，就是要做管理台湾人的公务人员。伊甲咱讲爱41万张的身份证，爱4000名受训完成的公务人员。因为当时单于来替蒋介石受美国的命令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带1000名的公务人员。咱台湾即摆已经2300万啊，所以乘以4，就是上课主要的目的伫遮啦。吼、哦！你上完课，你回去可能你的州长会给你职务啊，歹势歹势啊！我都拢未晓，我嘛无法度。啊！你雄雄叫我做镇长，雄雄叫我做郡守，雄雄叫我做厅长，我都唔捌啊！我甲各位拜托啦吼、哦！只要州长伊看上你，伊叫你担任的职务，你就接起来。伫接起来以后，伫甲未来一年，有可能。摕到政权的时阵，伫这一年你家己要进去做功课呢？啊，无可能啦！我著故意人，我著干那会晓掠伊，我干那样政策，我会晓啥物物件。但是你袂当讲你袂晓啦，你即摆开始学习啊，开始读书啊，开始找你以后，甲你要去迄个单位的团队，就是讲上简单的鼓山乡的乡长，你莫看一个乡长呢，迄乡长内底有。有财政的，有劳保的，有户政的。乡长叫你去做，你无兵马，我无可能你叫我州长去做你的兵马嘛，无可能嘛。你无可能讲叫你即摆已经有职务的厅长去做你的兵马嘛。所以你即摆上完课，我甲你讲，甲各位讲，你一定要有这个使命感。你莫想讲啊，无可能。我甲你讲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往往会发生。迄摩托罗拉曾经不可一世，即摆摩托罗拉走去倒。哦，我伫6年前，我含囡仔去加拿大，我无要回来。啊，那会怎个收回来？足济代志吼，你莫讲无可能啦。我的东涌的专科的高中的
转来向向讲，啊，这个人奈转来个转来个改善，嘿，啊，即摆你变政府，啊，哪有遮大个工程，吼、哦，会记个嘿，拜托各位，吼、哦，所以只要咱有41万张，有4000名受训完成的公务人员，都爱实施《旧金山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底下美国军事政府亲身占领，台湾民政府是唯一啦。哈、哦，唯一的哦，咱是民政府啊、哦，所以这个道理就较清楚。哈、哦，你要爱这资料，这我想足久的哦。哈、哦，你若要爱资料，家己找我，然后看到我，甲我提来 copy 的。你唔通看这几张哦，我想足久的啦。我甲你讲，我起床也是民政府，要困进前也民政府，连喊民都民政府。我甲你讲，我唔是高人，但是我感觉我做代志就是足用心。我相信在座各位拢同款，是惊你唔相信安尼啊？你只要相信民政府有未来，你无论如何，你的好朋友、你的小弟小妹，紧叫伊过来做你的团队。无真正吼，政权交予你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可能免三个月再见，我要来走，我无法度啊，吼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先休困10分钟，好不好？吼，啊，咱后边搁一点钟，吼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校员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啊，较等下你放迄个影片吼，你会使去洗手间。迄是咱即届去美国 DC 开的酒会，诶，全规全程吼，大概介绍一下。啊，较等下会放吼。